一起有他除了 一首单曲，单曲啊，最近出了一首单曲，叫做《美的要命》。What's the name? Excuse me, what's the name? What's the name of your song? My name is Grace. No, I mean your song. Who cares what your name? 太凶了。What's your name? Am I bride? Am I bride?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台语。Your name just beside here, your chest. OK, 我听不台语，我听不英语，所以我这首歌主要里面有一段那个台语的那个 rap， 我想说，啊不，台湾腔 ，rap 是我念的，然后 rap 是你一点没有 rap。写的欧北的呀，有在混的一个嫌疑哦。我才想提醒他 ，rap 这种东西哦，不是说大声就赢。对。五，六，小五，哇，中枪了，中枪了，好可爱哦，哇，那个，已经打很久了，老师，后面人家讲，太皮皮了。动作等就久了，我塞给钱哦。哥，小丹你在听啊？哎，咱那罗老师，搞恁这部叫动作是阿公点。拜托钱。这工作是为着啥物？都是为着要赚真济钱。嗯，昆腾集团会当有今仔日的事业，是哦，拢是因为。哇，什么人？啊，恁这几个人，什么人有资格会当做我继承人呢？啊，想，我有机会。哥哥，嗯，阿家都，哥哥，你雄赞。起码爱注意，他真打哎，林老师哎，我演一下哦，像哪里跑，像哪里跑，叫你讲起来他妈错赛，你看我马赛啊，像马赛你了，你看我马赛，而且我跟你讲吼，咱就是爱小心，爱小心，对啦，在这个工作内底吼，免去犯错，对不对？爱注意，来你再讲一摆吼，开始，看把你马子，哥哥。你想在？你想在？太多了！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地方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刚刚的想在哪？我刚刚的呀。真鬼料！两个人对话，你要咄咄逼人，把逼到对方进入到那个惩罚。一边。开始，拜托诶，无有伊，这个厝是上界有资格继承诶。嗯，哼，目标是公司。啥物人诶目标？无有伊，爱进入继承你。